全台唯一荣获国际田径总会认证的马拉松赛事，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开放报名了。这次全国首创推出 APP 线上报名，从10月19号到11月1号开放登记，爱跑步的民众千万别错过了。请启动，一起按下 APP 跑进年度盛事新北万金石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。有快乐马，有迷你马，也有马拉松42.5公里的，那快乐马是7公里，迷你马是14公里。每年都会吸引超过12000名国内外跑者，今年还首度推出 APP 线上报名，将抽签结果、缴费资讯等等的重要讯息全部整合在 APP 中，要让这场获得国际认证的马拉松赛事更进一步连接全世界。所以我们这一次的 Local， 我们这一次的女王陀特别用银色的方式来展现，期待我们这一次是升格为银标章的认证，也是我们全台湾不管是铜标章、银标章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除了有女王头，今年还从海岸线赛道景色取材，赛事以粉红和紫色为主色调，象征万金石阳光晕染的迷人天空颜色。年度赛事已经让不少人摩拳擦掌，但还要碰运气。在11月2号会直播抽签报名结果，要看谁能够成为最后的幸运儿。记者沈佑宁去新北市采访报道。